天呢，我们来学习这首姜育恒非常经典的代表作《多年以后》，特别是这首歌的前奏部分编排的非常的简单还好听，扫弦带旋律的感觉，马上示范一下。这首歌我们采用E小调指法，不用夹变调夹，右手就用扫弦的方式，可以扫成下下下上下下下上下上 ，E M 和弦下下下上下下下上下上 ，A M 和弦下下下上下下下上下上，哎，非常好听。给我一个安静的角落，避开所有眼光的探索。哎，我们左手 E M 这里还有一个加花的部分。慢一点儿，对，好，带着好听前奏完整的示范一遍。喜欢这一本每首歌都带好听前奏吉他谱的同学呢，可以点击下方精简普及，里边184首经典老歌。所有眼光的探索，寂寞是我唯一